神秘之復刻版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喺呢度好，首先好多謝幕後嘅幾位嘅工作人員啦，去同我哋完成呢個神秘之嘅總目錄。咁亦都工作人員咧，亦都係籌備緊呢個神秘之嘅大詞典啊！咁個工作咧，其實我知道好繁複，因為而家講我到依家先知道，原來我做咗幾多集係咪？咁但係即係嗰個詳細嘅情況咧，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嘅。咁所以咧，要做呢個復刻版咧，其實即係我都諗咗好耐㗎啦嚇。第一樣問題就係會做幾耐啦。咁原來我統計過啦，可能我做呢個復刻版由即係Day One開始第一集次碼做到呢個2022年嘅年尾咧，可能講緊係。幾年嘅時間，十年甚至十年嘅時間，咁但係唔緊要嘅。我知道我自己係東倒長尾啊，即係凡事一撐慢板嘅，但係一定會做到嘅。所以大家咧就俾少少耐性。咁點解會有呢個神秘之嘅復刻版咧？咁呢個我要解釋一下個背景係即係咩情況啦。嗱其實我近年咧，我睇翻即係神秘之嘅嗰個嘅不同嘅呢啲。嘅檔案咧都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度啦嚇，譬如我自己做嘅平台，譬如以前嘅 My Radio、Our Radio， 或者一個我自己單丁出嘅就係呢個2012 Columbo 呢個網站啦。咁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咁但係我發覺一個問題咩咧？就係嗰個檔案本身咧有第二啲嘅平台咧，佢哋都擺上去啦嚇。咁呢度首先要多謝佢哋啦，因為呢個係錯愛嚟嘅，就佢哋擺上去之後咧，亦都即係好嗰個情況，亦都比較令我比較驚，即係奇怪嘅，就反而嗰個 hit rate 或者嗰個睇嘅數目咧，係多過喺我自己嘅，即係頭先我提過平台啦。咁我一路有個心願咧，就係既然散落喺不同嘅地方，起碼我哋要有一個目錄喺度啦。即係知道呢個節目係幾時出過，又或者有啲朋友如果佢想睇嘅時候咧，佢知道曾經講過啲咩嘅題目，佢可以退翻聽翻聽翻嗰集。有啲聽眾亦都反映過啦，佢譬如話佢哋聽翻某一集，佢哋唔記得咗係喺邊一度聽過。咁起碼呢個咁嘅目錄咧，而家可以大家搜索到啦。但我最大嗰個心願係咧，頭先我哋提過散落喺不同嘅地方，或者甚至其他嘅。即係我唔熟悉，或者我唔知道係咩朋友或者咩嘅支持者，佢哋擺咗上佢哋自己的平台度咧，我想係歸一翻喺一個同一個地方度，等啲聽眾咧可以自己一去到呢個地方就可以睇曬成個神秘之嘢嘅目錄同埋入邊嘅內容。咁呢個問題當然即係我以前都提過啦，就即係可能牽涉嗰個版權嘅問題啦嚇。個版權問題意思係咩咧？就係咁而家我係即係遲咗擺上去，咁會唔會係唔當我係嗰個版權嘅擁有者，反而係即係先擺上去嗰啲嘅朋友係即係先擁有呢個版權咧？咁我而家未釐清呢個問題，可能我都要問一問律師個意見啦嚇。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咁我會向 YouTube 嗰度即係去提出我係嗰、那個呢、這個節目嘅原創者嚟嘅嚇。咁即係至於話呢個即係工程會完成幾耐，甚至有冇更加多嘅即係其他嘅附加值咧？例如譬如話。入面的呢啲嘅 index 啊，呢啲嘅目錄嘅字眼，可唔可以再細分？譬如呢個節目入面提過啲乜嘢重要嘅概念，同埋係名稱，我哋可以抽出嚟，譬如做 tag word 咁樣咧。咁呢個都，但係呢個工程實在又更加龐大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如果條件許可嘅話咧，我直情係請一啲朋友，請一啲技術人員翻嚟去做啦嚇。咁大家俾少耐性啊，即係希望將來我哋會做得更加豐富嚇，即係包括埋嗰個嘅神秘之學嘅大詞典。咁大詞典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構思緊會出書嘅嚇，咁希望嗰個即係篇幅唔好太大，大到係我都 handle 唔到，即係講緊
可能我講緊十個題目或者十五個題目就出一本書先啊。咁係咩題目呢？譬如例子係羅子威爾啦，儘管大家耳熟能詳嘅，但係一個文字版俾大家可以一個好快或者好容易可以概括到成件事呢，咁我都希望做到啊。咁至於話呢個神秘之夜嘅復刻版呢，咁我自己又對我自己有幾個要求嘅。咁首先我喺度我哋會做一個，我自己會做一個詳細嘅做一個簡單嘅介紹啦。咁另外希望呢就係技術人方面呢，佢哋除咗嗰個聲音之外呢會加返啲圖片。咁我亦都知道呢，其實有啲聽眾呢佢係即係 prefer 佢哋想係要有 MP3 file MP3 嘅聲音檔案，咁我哋都會做埋嘅。咁換言之就係個復刻版呢，我哋會做咗一個我有一個導讀啦，我有一個簡介，咁跟住個技術人員會加返一啲即係相應嘅圖片或者相應嘅 reference 上嘅參考上去。咁另外 MP3 版呢就係純聲音嘅，亦都方便大家，即係你啊覺得 MP3 先方便你嘅，咁你就可以 download 咁，盡量喺一個網站入面，即係講緊係梁錦祥工作梁錦祥頻道或者梁錦祥工作室入面，喺嗰度會出現，咁大家係方便去搜索。咁我希望呢個都係即係擺喺 YouTube 嗰度係會作為一個最多人去閱讀或者多人去 download 嘅一個平台啦。咁至於嗱呢個神秘之夜嘅緣起，咁呢度我趁住呢個機會我真係介紹一下啦。個緣起本身呢係當年大概2007年到啦，年中到，咁我哋就開始進入呢個網台嘅世代啦。咁但事實上嗰個籌備嘅時間係比呢個長嘅。嗰個籌備嗰個過程，我相信有一日呢我係會即係作一個回憶錄嘅形式再話返俾大家聽啦。咁至於話呢個節目本身呢，咁有兩個部分，其一呢就係神秘之夜呢個題材呢，我自己係構思好耐㗎，即係甚至喺呢個網台誕生嘅時候呢，我已經諗應該有一個咁嘅節目。唔係話我原創，因為事實上當年我都好記得㗎，就係我其中一個好深印象嘅節目，總我冇聽過，我就記得係有呢個山城首期。咁我聽一聽個名，咁我諗諗，咦，那個題材大概涉及到咩呢？咁樣，咁我諗諗就係有好多我哋當其時喺主流傳媒入面呢好難聽到，但我相信大家好有興趣。例如譬如話呢、這個不行非人物體嘅現象啦，外星人啦，香港嘅地下傳說啦，甚至係一啲嘅靈異嘅事件啦，或者係一啲嘅超自然嘅現象啦，或者係中國嘅傳統嘅宗教信仰啦，或者西方嘅神秘學啦。咁好多呢啲題目呢喺主流傳媒入面呢係冇發掘過的。有人寫過，但係呢就完全係得唔到回應。我最記得就係嗰身位趙來發，佢其實寫嗰本好厚嘅書呢，我遲啲show俾大家睇，係涉及到，但係佢可能佢心不，即係佢寫嘅時間未係呢個潮流興起嘅時間，呢個係差唔多要去到呢個達文森密碼達芬奇曲佢呢本小說佢爆起咗之後咧，先至呢一類個題目咧會係受到呢個聽眾或者讀者嘅接納。咁我哋去做網台嘅時間差唔多係接近呢個時間，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呢個節目本身咧好有潛質嘅，係會有啲嘅聽眾會咁，即係會有共鳴咯。咁但係都要等到網台係出現咗之後咧，我哋先至可以即係好隨意去，即係好易可以比較自由多啲自由度去發揮呢一類嘅節目啦。無論係個長度啦，無論係嗰個題材啦，你表達嘅方式咧，可以同電台嗰個情況係好唔同。甚至我哋可以講啦，收尾電台或者電視台某個程度都係即係抄翻網台上面運作一啲模式。咁至於個名咧，就即係我諗呢個，如果係大年紀少少嘅朋友都知道咧，就係神秘之夜，其實就係當年咧呢個麗的電視一個黃牌節目嚟嘅嚇，就應該係哥倫布探案啊嚇，就大概改咗一個相當之有吸引力嘅中文名啦，就係神秘之夜。但係事實上呢個亦都唔係佢原創，因為再早之前其實有個粵語片都叫神秘之夜嘅。咁我就即係一個電視迷啦嚇。咁好似阿 Tarantino 拍呢個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咁好多電當其時呢個電視台黃金嘅時間，好多嘅呢啲嘅題材都擺落去，咁所以我就不厭，即係我就用咗呢個神秘之夜作為呢個節目嘅一個名稱。咁另外科學新知亦都係嘅，
科學新知亦都係好多好多年前呢個無線電視佢真係一個介紹科學知識嘅科學新聞嘅一個配音節目啊，唔係無線電視自己原創嘅買片翻嚟嘅，咁我亦都用咗呢個名啦。所以大家會睇到就係其實我哋嗰代人咧就受咗好多呢啲嘅電視台嘅影響，咁而家咧就喺呢啲即係咁嘅不同嘅地方咧，我哋會顯現出嚟啦。咁至於話第一集嘅呢個神秘之夜咧，就喺2007年12月25日啦，亦都係息值喺當年嘅聖誕啦。咁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咁其實個原料好簡單，就聖誕節個個都放曬假，咁冇人係做節目，咁我哋就唯有臨時拉夫嚇，咁拉咗何故翻嚟上嚟做啦嚇。咁當其時佢亦都即係好熱情地去參與呢個即係電網台嘅節目嘅。咁但係其實當其時我對何故都係第一次認識啦，咁但係就好快地就可以即係將呢個大家可以夾到去做呢個節目。咁但係點解會揀呢個刺馬呢個？事實上，如果你而家望翻上嚟咧，呢個刺馬呢個即係嘅題目咧，並非係一個神秘之夜一個主流嘅選擇嚟嚇。因為好似又有冇係咪有啲神秘事件咧？咁似乎唔係，但係呢個係一個冤案嚟。甚至到今日都係啦，就係講當其時一個嘅滿清嘅官員咧係被暗殺，而暗殺佢人捉到，但係唔好知個動機係咩，於是乎咧就好多謠傳啦嚇，謠傳嘅就係分赃不均啦嚇，因為可能當其時呢、這個即係呢個官員本身咧都係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国嘅，咁後面有啲咩嘅呢啲嘅細節咧，咁喺當其時已經係有驚劇。是已經講到呢樣嘢，但係我相信喺呢個節目入邊咧，其實我哋當其時個 research 未去到呢個水平嚇。我點解去揀呢個題材？好簡單嘅原因就係當其時，因為係投名狀呢個電影係上畫，而且咧就嗰個口碑係唔錯嘅嚇。咁我但係我係好耐之前咧，其實即係喺呢個戲之前咧，其實我已經買咗個邵氏嘅刺馬個 VCD 睇嘅啦嚇。所以我一睇嗰個劇情咧，其實我就知道咧呢一個嘅節目，呢個電影咧，嗰個原創係嚟自刺馬嚇，而刺馬之前咧，後來我又知道咧係嚟自一部京劇，係就係在呢個靈感係嚟自當其時嗰個社會上邊對於一個刺殺案咧一個傳說嚟嘅嚇。咁既然係咁咧，即係可以講話順手拈來啦嚇，唔使點諗啦，因為好即係。好快我就可以吸收到入面，即係需有啲咩可以值得講，或者係有啲咩可以係即係作為一個節目嘅。於是乎咧，就好快地咧就揀咗做呢個節目啦嚇。咁當然啦，今日睇翻上嚟咧，其實就嗰、那個即係內容深唔深入咧，咁我覺得仲有即係可以即係再附加嘅一啲嘅資料上去。但係我覺得即係同今日嗰個神秘之夜嘅大方向咧，似乎就有一定嘅距離喺度啦，所以我就 leave it as it is， 就擺翻喺度先。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嘅意見或者需要我哋再去附加咧，咁我亦都唔會吝惜我嘅時間嘅，就會再喺度補充，因為呢個附加版好易做嘅，係點解咧？譬如我今日講完之後咧，我發覺原來我附加版係唔夠嘅，我要做一個附加版嘅零點一個2.0 嘅 version 一路咁附加上去，咁但係會搞到我可能講我十幾年我都唔會做完呢個附加版嘅，咁但係就係咁可以先吸引到你嗰、那個眼球嘛，咁你咪不斷好似金庸嗰啲小説咁樣不斷有呢、這個即係修改版，修改完又再出版，又再加啲嘢再咁不斷佢可以不斷賺錢啦，我不斷去增加呢個 hit rate 咯。咁主要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技術人嗰邊咧，佢哋都會加翻一啲嘅相關嘅資料上去啦。咁令到覺得，如果今日帶睇翻嘅時候咧，都仲有一定嘅回味嚇。咁我相信咧就我哋會即係去做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再參考翻有冇一啲reference 喺度啦嚇。因為刺馬呢個題目其實比較簡單嘅，但係你到後來咧，我哋講緊譬如金馬迪遇食案啦，羅茲威爾啦嚇，911事件啦嚇。仲有其他嘅呢啲嘅即係好實際上係差唔多係人類歷史上一啲好重要嘅題目咧。我諗我哋就算做100次節目，我哋都唔可以 cover 曬所有嘅資料嚇。
咁所以次碼呢個嘅補充嘅資料咧，係相對可以比較簡單少少嚇。但係到後來咧，我哋會比較做得比較詳細啦嚇，甚至有可能譬如講緊出年嘅2023年嘅11月22日咧，就係、是、甘乃迪遇食案嘅應該係60周年嚇。咁但係佢嗰個檔案本身咧，到而家都未完全係公開曬嚇。咁大家可以問一問咧，點解會咁樣咧？咁如果你到期時我哋再做嗰個復刻版，一定有即係更加多嘅題材，我哋會做多一次呢個今日極遇食案嘅紀念啦嚇。咁神秘之夜係永遠可以補充落去嘅啊，所以大家繼續努力，我又辛苦時，大家又辛苦，繼續睇落去，多謝大家。有到聖誕，係有到聖誕，嗯，咁我大鑊啊，點解咧？點解喎？即係幾乎節目都做唔成啊！不過好彩有阿何故呢啲即係落雨擔遮嘅朋友啦。冇問題啊！今晚有人請食火鍋，好似嗰個唔係我。咁啊，真係唔請咧都好難會叫到有朋友上嚟做節目啦！即係實在就係、是、真係好衷心多謝阿何故啦！你咁艱難嘅時勢，即係人哋開心，我就即係背人垂淚啊！真係唔好講到咁悲啦、啊，幾乎做唔到節目㗎啦！真係唔緊要啊，冇我咧，我哋都可以一個人自己搞掂啦。好咁啊，有冇可聽性就另一個問題啦。不過唔緊要啦，即係今日咧就其實我哋都會講啲應景嘅嘢啦。咁、嗯、咧、啊、今日咧就我喺度思考緊今日嘅節目嘅時候咧，咁我又諗起何故。咁點解咧？因為前幾日我咧就係睇戲啦，即係冇乜嘢做嘅時候睇戲啦。咁啊撞到啊財經頻道 Andrew。係。係啊，咁唔出奇啊，因為對即係大家放假都真係睇戲嘛。哇！多謝你哋啊，香港嘅電影市道真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全靠我哋呢仲肯入戲院睇戲嘅人啦。咁、嗯、於是咧，我就有一個靈感啊，就係話啊，喂，既然即係放假，大家又可能冇乜心機聽啲政治啦，係嘛？即係好似都冇乜即係新嘅突破咁樣啊。咁不如講下啲輕鬆嘅嘢啦，又同歷史有少少關係喎。嗯。咁咧，我又諗起啊，近排咧有咩戲我可以睇咧？當然第一個選擇係《投名狀》啦。嗯。第二個就根據何故嘅建議啦、推薦啦，就睇呢、這個咩 National Treasure 驚天奪寶二啊！呢、這個因為你中意歷史嘅嘢，所以咪建議。我原本唔知嘅，你講我聽我先知啊、嗯。但我睇完之後咧，發覺原來兩套戲咧有啲關係㗎。係咯，係嗱，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兩套戲咧，其實咧個最初個背景咧都係個年份接近嘅。係啊。咁因為咧就《投名狀》咧就講到呢個主角啦，即係大家知道其實根據呢個所謂刺馬呢一個案件啦，馬新兒呢個案件啦，咁馬新兒咧就1870年係被即係暗殺噶嘛，一個二弟啊，張文祥啊，所謂二弟暗殺咗啦。咁咧就根據呢個《投名狀》嗰套戲咧，話打咗5年仗啊嘛，咁、嗯、咧減一減就1865年咯，係。咁你記得咧，就係、是、呢、這個National Treasure 佢開幕嗰時就講呢、這個林肯被人殺，咁又係大概即係1860幾年啦。咁、嗯啊、所以呢套兩套戲嗰、那個即係好巧合地咧，那個年份咧都係接近喎。更加巧合地都係講呢個刺殺啊！唔止，就是、兩套戲咧，其實咧都係對歷史咧作出一個陰謀論嘅詮釋。陰謀論咁簡單嘅咩？陰謀論就 conspiracy 咯，係咯，但我覺得硬係好似其實佢借一啲歷史嘅嘢嚟做一啲演繹，係啦，即係再故弄玄虛，咁變成個商業作品啫喎。哦，咁呢個咧，你如果講呢、這個National Treasure 咧，都係嘅，嗯，啊，咁即係大家個 level 有少少唔同啦。透明狀就比較成年人啲，係啊，即係比較有啲深度。咁、嗯、但係兩套戲都好彩咧，就係咧，其實都係講一啲對歷史有一啲陰謀論嘅睇法。點解用好彩嚇？唔係就冇講唔到，我哋冇主題。原來今晚我哋就多謝兩套電影都係咁樣炒作。今晚嘅主題咧就係聖誕電影與陰謀論。哇！嚇、啊，咁其實就唔止講陰謀論嘅，又講下電影啦嚇。咁、嗯啊、我哋第一節我哋當然要講《投名狀》。係啦，支持翻香港電影先啦咁、嗯啊、就呢套戲咧，我睇完之後咧，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都認同大家講法，即、就、係、是、一部相當之唔錯嘅電影。嗯，但係咧。又冇，我又唔覺得好似好多人講到咁好。喂，但係我個問題就係，我成日覺得套戲唔係俾我同你啲香港人去睇，係俾啲外國人去睇嘅。係咩？係啊，因為佢裡面用嗰啲元素咧，即係我哋熟悉中國歷史或者識少少嗰啲。喂，中國係咁嘅咩？太平天国係咁嘅咩？成段歷史好似重寫過咁樣嘅，點解？係啊，咁啊，無論個主角個名啦，或者一啲歷史嘅事實咧，都係。
即係同真實有多少出有出多少出入。完全唔同曬先啦，太平天国冇洪秀全嘅。佢俾你睇住嘅，啲周国凡啊、李鸿章啲全部即系闪晒啦吓。咁你话喺后面捉棋嗰班阿叔咧，完全都唔识咩人嚟喎。系系嗱，但系呢个咧，我哋可能要撇开少少一个戏本身嚟讲。嗯。嗱你知道呢套戏嗰个其中一位制片咧，Andre Morgan 咧，系咯，就相当之喺呢个香港嘅电影圈入边咧，系相当之老资格嘅。系啊，佢。可以話咧，佢係見證咗香港功夫片嘅興起，以至可唔可以講沒落啊？轉型啦，轉型啦嚇，轉型啦，即係唔可以講沒落啦嚇。咁就佢本身係喺70年代嚟呢、這個去嘉禾做一個我諗好似嗰啲策劃嗰類嗰啲。唔係啊，邊有策劃啊？嗰啲最低層次啊，嗰啲後屘我認識佢嗰時候去到策劃嗰陣時候，係啦，咁你認識佢嘅時間比較耐啊嘛，佢初嚟做都係一啲好低級嘅工作啦，咁慢慢去做到有股份，跟住賣咗咁樣，咁而家就成為一啲即係我諗係香港產片同埋呢個荷里活之間嘅橋梁，係啊，咁呢位仁兄咧，即係如果你大家上去查一查咧，佢係一個相當之老資格，對香港嘅功夫電影咧相當之有相當之熟悉嘅一位製片嚟嘅，係啊，咁我就會覺得咧。其實如果是透過他去做一些投資或者即聯繫工作的時候呢，咁可能那個片本身的片種呢就要適應返外國啲聽眾的口味。因為他拍呢個片的原因話都是我諗係喺海外推廣返。咁一定係添啦，即係仲係靠香港九龍新界嘅市場咩。係啦，咁亦都唔可能啦，即係現在呢個狀態上即係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如果你靠即係本土嘅市場，我諗就撲直啦。咁可能聽眾咧就會覺得哇，即係呢啲就電影以外嘢啦，咁我哋就即係專注翻講電影本身，又或者電影同歷史之間嘅關係。係咯，陰謀論啊嘛。係啦，呢 part 我就即係做過少少，睇過少少書，咁我就會講少少。咁何故就從一個美學上咧，電影嘅語言本身，電影本身去即係討論做戲啦。但係個前提就話咧，其實一套戲就算佢係以歷史為題材咧，就不一定忠於歷史嘅。即係呢個唔係必然嘅，唔一定要需要咁樣。最簡單三角演義咯，係啦，完全錯曬啦。係啦，同嗰個現實可能差好遠，但係即係睇個電影本身咧，就用另一個標準去睇。咁但係即係我哋釐清一啲歷史嘅事實嘅時候咧，咁呢個當睇嗰時候個觀賞有啲作用啦嚇。咁呢套戲本身咧有啲咩嘅特點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套戲咧就係嚟自一啲歷史嘅所謂四大奇案之一啦，清代四大奇案啦，晚清嘅所謂四大奇案之一。咁以前咧，邵氏亦都拍嗰套片咧叫《刺馬》，張徹導演嘅，張徹導演嘅，咁啊姜大為啊狄龍咁樣啊，咁咧就陳冠泰啦，咁嗰套戲本身咧就即係個名就我記得咧就都係根據嗰個真實人嘅名咧，其中一個刺馬咯，馬新兒，咁就被刺殺嘅呢位高官。咁就刺殺嗰位仁兄咧，即係嗰位刺客咧，就係張文祥啦，就係將姜大為做啦。咁而家喺呢套戲入面咧，其實啲人物已經改曬嘅。係啊，就李連杰呢個角色唐青雲啦，咁就應該係對等於原本個馬新兒啦嚇。都唔同咗，馬新兒都算係一個儒將啊，係啦係啦，識科舉，知書識禮嘅。係啦。系啦，而家呢一個嘅李連杰完全就好似爛頭卒咁樣咧，即係打仗係啦，死剩種啊！咁所以即係同嗰個正史或者以次張徹拍嗰套咧都有好大嘅分別。嗱，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張徹嘅刺馬咧係好純粹用一個勾二嫂呢一個角度去講呢件事。咁佢真係勾二嫂喎，如果用張徹嗰個版本，嗰個版本就係啦，係真係阿大哥主動去攪呢一個。叫咗當然重點即係其實係咧，阿二嫂係都係明示或暗示做曬所有信息㗎啦。不過阿大哥真係做咗主動，係啦。但係而家套戲咧就冇㗎喎，兩個係發乎情止乎禮㗎喎。個就算喺呢個勾二嫂呢個呢條線上面咧，其實嗰兩位男女嘅主角咧。都有一個比較曖昧嘅感情喺度嘅，或者感情線喺度，但我就覺得唔係太清晰嚇，即係去到尾好似都冇乜結果咁樣啊。我覺得唔係清唔清晰問題，係根本好似有八個編劇嘅關係咧，前言你寫一筆，我寫一筆，你寫一筆，我寫一筆。佢哋嘅最初嘅邂逅，頭先所講嘅就係李連杰，佢啱啱打敗仗，咁喺啲兄弟死屍當中爬翻出嚟，咁樣落幕行到個村莊，喺一間破屋裡面嗰度，咁樣撞到徐靜蕾嗰個角色啦，即係未來佢嘅二弟嘅呢一個嘅原配夫人啦。OK， 咁兩個嗰晚發生咗啲即係非道德嘅關係啦。OK， 有咩？有㗎，明示話暗示。
自助讲晒㗎啦已经。冇见行雷落雨。甚至乎你连结讲到嗰个对白几重要，就是因为有呢一个女人令到佢觉得有返啲活着嘅感觉。係。所以变咗其实佢对佢个感情其实就唔系淨系情欲上面嘅感情。係真系鍾意佢嘅。係呀冇错啊。而个女仔亦都真系鍾意呀你连结。而佢解释咗就系因为佢细细个跟阿赵二虎即系刘德华咁样出咗去外面咁样。其实佢同阿赵二虎之间系名分上系夫妻，但系感情上冇感情㗎。都有啲堆咁大把囉。如果唔系的话佢都唔会偷走咁多次咯，后屘翻翻去咯。系啦，咁但系咧，除咗呢条线之外咧，新嘅呢个版本啊，《投名状》咧，其实一个讲到一个政治嘅角度，嗯，就系李连杰佢打到嬲尾嘅时候，佢同佢自己嘅兄弟咧，对嗰个战争啊，嗯，对个政治嘅睇法咧。是有一个即是相当之大的落差。其实呢度有一个问题所在，因为佢讲到你哋个角色呢好似完全是人格分裂，或者是呢之前我假扮住嘅啫，后面我真正可以权力再握嗰阵时呢就终于表露真性情出嚟。即好多人都救病就佢可能因为八个编剧所以变咗好多对白奇怪。一之前清到底啊 ,108 个好汉出去打天下啦，后面入到去城里面跟住话咦有个人犯咗呢个军法要即场斩杀佢喎，真喂完全好似之前之后两个人咁样喎。係啊，咁无论阿李连杰或者以至刘德华都有呢个咁嘅即係矛盾嘅最大嘅问题係阿金城武嗰、那个阿姜洋嘅角色，点解后咪突然间呢即係要逃城嗰下呢，即係佢已经突然间会支持阿大哥呢。係啦，咁但係即係喺李连杰呢个角色嚟讲呢，似乎呢个都你仲自己加少少想象力都可能解释得通，嗯，因为佢系政治嘅野心喺度啦。嗯，咁但係如果你话即係将即係史实去比较嘅话呢，咁有都颇大问题嘅。係因为呢当其而家呢个呢套戏呢打两个主要嘅战役啦，嗯，后面嗰部分第一个呢就係苏州，另外南京，另外南京。嗯，咁正史嚟讲呢其实应该两个战争呢就分开嘅。咪係囉。嗱，第一个呢係打苏州嘅时候呢就係淮军打嘅。嗯，即係係以李鸿章为首啦。嗯，咁到打所谓天津啊，即係呢个南京嘅时候呢，就是呢个湘军啦，嗯，就是呢个曾国荃，嗯，即是做一个前线嘅指挥官咁样啦。嗯，但两笪地方呢其实当其时都即是发生一个相当之惨烈嘅即是战争嘅后遗症。嗯，喺淮军入咗苏州之后呢其实就真係杀降，嗯，即是杀咗啲将领。咁呢个就即是喺当其时嚟讲李鸿章自己事后都即是感觉一啲问题喺度。嗱，但去到呢个南京呢就更加大镬啦。嗯，就是曾国荃呢就即係屠城嘅。係啊。咁喺南京入面嘅即係呢啲太平天国嘅呢啲剩低落嚟嘅只不过係啲老弱嘅苦孺嘅啫。嗯。咁但係都遭受到好残酷嘅报复啦。咁同戏入面所讲呢就我諗都相差甚远啦。嗯。即係你讲话譬如话第一幕咁样佢去到喺苏州即係嗰班人投降之後搵箭射死佢呢個呢，係咁呢個就唔出奇嘅，咁但係就即係從歷史入面嗰個狀況呢就應該都係有一個出入喺度啦。最大出入就係唔會同一班阿李連杰嗰班人咁勁，可以呢面打完蘇州嗰面即刻打南京。嘩大佬你真係班人超人嚟㗎咩？咁但係佢點解要咁編法呢，就係因為佢要講到阿李連杰呢個變化。嗯，即係話佢要因為咁所以佢要咁做法，要殺嗰班人。仲要有埋啲政治上嘅交換。仲有埋啲政治上嘅交換。死敵嗰面去攞糧。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講話喔，就算係咁樣嘅即係歷史上面嘅落差，即係同佢真實嘅情況有相差嘅時候呢，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精神上可以接受嘅。嗯，即係佢對嗰、那個即係成個歷史事件嘅，即係呢個滿清點樣打敗太平天国之後，當其時一啲即係官場上或者軍事上一啲改變呢，有一啲精神上我覺得係都合理嘅。合理邊方面呢，就係話譬如曾国荃呢打完咗天津之后呢，佢，嗯，自动裁军。都係要啦。因为呢這个就威胁到即係清廷嗰啲即係既得利益，同埋佢一啲即係譬如慈禧西太后对佢哋嘅睇法，会唔会话喂你勇兵自重喎。咁呢个就同即係戏入面阿李连杰嗰，那个即係最后尾嗰个睇法呢係接近嘅。咁，我觉得呢点上係，即係同正史嚟讲係某个程度係吻合啦。但係我觉得即係就算係咁呢，其实成套戏本身有啲咩问题呢，就係，是，最大嘅就正如头先阿何故所讲嘅，就係，是，李连杰嗰个角色呢前后係唔吻合，係唔配合嘅。係，即係话佢去到个初头讲到话我好大野心啦。
跟住去到即係我哋要殺呢班人，因為我哋要打上去天京之後，跟住我哋要咁。但係最撚尾個問題就話、是，喂，李連杰如果咁有咁大野心嘅時候，佢好多嘢咧，到撚尾咧就要好少會好小心防範自己，就唔會喺嗰度甩拖。嗱，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頭先用野心咧，嗱，其實啲人會評價佢，究竟佢係有大志定係有野心？即係佢不斷講噶嘛，希望就係佢唔好再讓啲窮人去受苦啊嘛。但係呢個可以解釋嘅。呢、這個其實就佢老點緊劉德華，劉德華信佢點解咧？唔係喎，佢老點緊呢一個金城武。係啦，但問題就係話，所以佢其實佢第一次啊，同呢啲嗰啲老嘢咁樣喺度傾偈嗰下咧，其實擺明佢報仇嘅啫嘛。嗯，佢報復佢俾另外一隊人官軍係啦，去出賣佢啊嘛。嗯，但跟住佢結果後屘就要求翻呢班人嚟去借軍糧啊嘛。嗯、而最尾甚至乎讓埋話南京城係俾佢哋去攻入先啊嘛呢啲。而根本就成嚿嘢咧。咁李连杰佢活着佢个目标系咩嘢先 ？OK， 后屘好清晰啦，就为咗要阿二嫂啦，大家明白咩事啦呢啲。但中间个过程，你打咁多场仗，你为乜啦？由最初话带兄弟出寨可以有好生活过，结果打咗五年都翻唔到屋企，跟住另外又要杀死埋自己啲曾经有关系嘅人咁样。喂，李连杰个角色做紧咩啊？我谂唯一一个解释就系、是，如果你从一个同情嘅角度讲，就系、是、连阿李连杰自己都好迷茫咯。唯一系咁解释嘅啫。不过咁样，可能编剧自己都迷茫。八个编剧啊嘛，完全唔知道做紧咩嘢噶嘛，呢、這个唔够迷茫，所以迷茫系金城武。嗯，金城武点解去后尾嗰时佢会支持阿大哥，跟住叫锁住刘德华嗰段咧？啊，系唔明噶。但虽然我哋明白就系、是、呢、這个咧系要合理化屠城。屠城是啱嘅，系啦，佢就要做到呢个 point 出嚟，就话即系佢有一个屠城嘅理由喺度，系啊，即系要杀嗰班，都唔可以讲系屠城咧，系主要系杀嗰班士兵啦、嗯，因为佢哋冇粮俾佢啊嘛，系啊，咁但系喺即系喺嗰个屠城之余咧，其实佢都话过佢放走咗一班百姓啦，系啊，咁但系我都几怀疑，即系历史上个真实嘅情况系咪咁样嘅？不过另外就系、是、其实你投名状里面头先讲一个重点，其实咧反而有两个，第一个就系生存权，嗯，即系咧你要食馒头。系啦，馒头唔够分，咁点算呢？咁啊，焗住为咗自己兄弟，咁其他嗰啲咪要杀晒咯。OK， 第一个啦，第二个其实好多人都讲话咧，其实佢继续歧视女性，即系阿金城武个角色咧，去到后尾咧，佢偷窥到阿大哥同埋阿二嫂一齐上船咧，咁已经假定咗啊，两个有奸情，可能睇咗呢个刺码，所以知道啦。即系后尾发觉，我要令到大哥唔杀二哥，有咩方法呢 ？OK， 我杀咗二嫂去啦，咁大哥就冇理由去再搞呢一个嘅阿二哥啦。即系佢个假设晒所有嘢咧，衰嘢全部都系女人做出嚟嘅。咁呢个好传统嘅角度嚟嘅。系，但系问题系好唔 make sense 噶啦。如果你最初用翻刺马嗰个版本，咁真系算系一个淫荡嘅妇人，你杀佢都合理啊？呢样嘢系咪先？但系而家呢个剧情当中，喂个逻辑思维错晒。你阿大哥要杀二哥，你应该去阻止大哥啦。既然话我唔去阻止大哥，或者唔去救二哥，去杀阿二嫂，咁真系点啊？咁你唔明嗰个就係话即係杀咗啊呢个二嫂之后呢同阿刘德华嗰件事个关系喺边度。喂，如果阿大哥佢係真係鍾意咗阿二嫂啊，你讲杀埋二嫂的话㗎，喂你自己死多几重㗎喎，你不但救唔到阿二哥，你自己都奶埋㗎喎。係啦係啦，可以做，可能最快嘅方法就杀咗阿大哥先啦。喂係囉，或者即係走去救二哥，或者你同阿二哥一齐死啦咁样，喂呢、這个合理啲㗎嘛。所以觉得就话嗱，总之呢我杀咗个女人，我杀咗个罪魁祸首呢一个嘅，另外三兄弟呢一个嘅互相之间有问题嘅源头，咁就搞掂㗎啦。即系天下所有问题呢唔系男人嘅错，系女人嘅错。咁真系点啊？嗱，但系另外一个我觉得都可以攞出嚟讨论嘅就系，即系喺我睇到嘅一个矛盾就系，刘德华即系最初就支持嗰啲，即系起码佢觉得就唔应该惩罚士兵啦，即系强奸啲女人。但去到尾嗰度，佢对杀行呢一个咁嘅做法咧，咁大嘅义愤咧，其实你会唔会睇到觉得有个矛盾，定系你可以都仲可以解释得到嘅？我其实我两个。假设啦，第一个假设即系佢亲身入过去嗰个城里面，即系知道嗰个城发生咩事啦。喂，第二个原因就系嗰班人真系曾经自己兄弟嘅，嗯，只不过佢唔肯跟阿李连杰一齐去投军，所以变咗佢入咗去太平天国咯。咁、其实佢嗰个重点其实情况就系、是、对李连杰嚟讲咧，佢哋敌人，完全敌人嚟噶啦，因为佢冇合作过，冇共事过啊嘛。但系对刘德华嚟讲，佢真系曾经血浓于水嘅兄弟，同埋佢俾个承诺佢哋。系啊，嗱、这个重点系呢、这个。咁都仲可以解釋得通係嘛？我諗其實就去到嗰段，我覺得刻意做嗰個好大嘅矛盾咯。而家最大矛盾其實唔係劉德華，唔係李連杰咯，係金城武嗰度咯。我真係解釋唔到點解金城武會站喺呢一個阿大哥嗰個立場，因為我先所講，喂，
呢班人都曾經同金城武共患難過嗱，呢、這個你又講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如果譬如話金城武去到嗰部分，佢咁即係明白呢政治嘅污糟邋遢咧，到尾佢又唔應該做嗰個行為喎。所以實係咪？原來佢三個角色啲嘢係完全亂曬喎。可能我哋話齋咧，三個都打咗，打到 short 咗，好迷茫。我哋只可以用一個講話，就係話即係去到尾。即係大家對自己嘅角色咧，都唔係即係變得好混亂嚇，即係只可以咁講。但係即係我諗就可能我哋都係比較挑剔啲啦嚇。其實呢套戲本身咧，就係啲聽睇無論睇過人咧，都係都幾讚賞。以你自己睇法咧，從個戲本身，純粹從個攝影啊，從嗰、那個即係布陣啊啲戰場嚟講咧，你覺得真係唔係港產片一個近來相當之高水平嘅製作？第一點就係我。最初我唔敢相信陳可辛可以拍到咁大場面，你諗下陳可辛其實佢個出身咧都係拍類似啲文藝嗰類嘅電影，係咯。你睇到幾場重要戰役咧，尤其是佢第一次咧，即係投軍咧，要去紅呢個太平天国咧打地面戰咧，仲要一陣一陣咁樣騎兵再放箭嗰啲，哇，井井有條。同埋嗰啲大場面咧，真係見到由外圍打到裏內圍嗰啲咧，我睇落去。喂，雖然我明知道你係攞成個軍區嘅軍人，即係變咗已經有個軍長幫你操曬呢班人，只不過著住啲清朝戲服咁解嘅啫。但係，哇！佢嗰啲攞嘅鏡頭、嗰啲 Y angle， 甚至乎佢用嗰啲菲林，即係嗰啲動感嗰啲，哇！好難拍嘅真係。同埋嗰個攝影嘅通咧，都係偏向黑色係嘛？其實就佢有幾種嘅嗱，佢打仗嗰陣時嗰啲，其實佢就唔算偏向黑色。係留意一下佢咧，佢係用到一種咧，其實嗰種菲林特別出嚟咧，其實佢啲色咧反而 sharp 咗嘅。而家佢用到嘅速度咧，可以捕捉到啦。其實佢係完全可以見到咧嗰啲人嗰啲嘅表情之餘咧，同埋見到啲血咧，咪啲殘肢飛嚟飛去嗰啲嘅。哇，其實捕得好好。但係到後尾咧打完仗啦，喺到江南美景嗰啲咧，哇，靚到咩樹咁樣呢啲。係啦，所以你如果你留意少少咧，其實個戲本身咧，佢個顏色嘅個通咧係一路有變化嘅，係啊，即係譬如文搶戲有文搶戲嘅通，冇戰爭嘅場面有戰爭場面嘅通啦。但係咧，我又喺呢個雞蛋裏面挑骨頭啦，即係有一兩場戲，即係大嘅即係搏格呢個格鬥同埋搏殺咧，都有個別嘅臨機咧，相當之懶惰。我最中意睇呢啲場面嘅啫。喂，大佬，啲臨機佢唔知道冇緊機令到自己噶嘛？係咁你。導演本身都要留意一下嘅，嗱我呢個都即係再次聲明係即係比較挑剔嘅講法啦，因為即係就算荷里活大製作咧，你即係如果你細心睇下咧，都好多大嘅戰爭場面都穿崩。我記得就崩墟咧，有人睇到嗰、那個個別即係戰車，即係啲馬車手咧，有人戴手錶咯。唔係啊嘛，咁犀利啊！邊幕喂，今晚翻去睇睇先。崩墟啊，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翻去 check check 啦。就我睇書睇翻翻嚟我戲就冇咁細心啊。咁厲害！即係喺個即係你記得佢最撚尾個羅馬嗰個戰車嘅戰場上面咧，即係鬥到天翻地覆噶嘛。咁有啲人好似睇到有啲個別嘅車手又戴手錶嘅嚇。咁厲害！咁但係我哋講翻即係呢個透明狀啦。你喂，我哋記憶之中咧。港產片嘅導演咧有冇駕馭過咁大嘅場面咧？港產嘅反而少啲，一諗到當然係國內啲張藝謀啊嗰啲咁就會多啲因為其實你諗下，你香港嘅導演，你再睇下邊個年代先啦。你早期嗰啲就根本冇可能翻大陸咁樣拍戲法啦。近期嗰啲翻到大陸拍嗰啲咧，都未必係咁拍咁。你淨係揾個場景都難啊，大佬！你打極個武林勝地都係嗱，唯一就接近啲咧就係程小東，當然拍秦勇。系啦，即系我一谂就谂到差唔多系呢样，但系秦勇同而家呢一个相比咧，都差天共地。即系嗰阵时好夸张噶啦，成队军去扮呢个秦代嗰啲兵马俑嗰啲兵啦，一齐复活晒一齐去打，但系都唔会好似咁夸张，大佬。系啊，咁呢个就好多人都讲啦，即系唯一而家如果譬如话你喺中国呢个市场嚟讲咧，只有大陆嘅导演咧就可以接近驾驭呢场面啦。咪咁呢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是、你攞一个香港人，你走上去话你点样可以倾掂，话整成队军咁样，即系请晒假去帮你拍啲咁大嘅战争场面咧，唔系咁易可以经过到上面啲关卡嘅。呢、這个我谂都有一定嘅难度，但系更加大嘅难度咧就系、是、你去到咁大嘅场景嘅时候，你驾驭呢啲即系演员啦、啊，即系同埋呢啲临时嘅演员啦、啊。因为以我记忆中咧，其实喺荷里活嚟讲咧，就好几个著名嘅导演咧，就系、是、以驾驭啲场景咧，就作为一个即系佢哋嘅对电影嘅贡献其中一个标志啦。嗱、嗯，
譬如寇比利克拍呢個 Spartacus 啦，嗯，咁即係入面嗰個戰爭嘅場面就真係相當之即係，仲係嗰個年代拍喎，井井有條咁樣嚇。咁另外就當然係呢個 David Lean 啦，嗯，即係沙漠驕雄。我記得有一幕就喺個沙漠嗰度，突然間成班人即係衝出去，走喺個沙漠嗰度即係出嚟啊嘛。嗰時我唔係講第一幕，第一幕係一個人啫，但係即係有一集嘅即係趴曬喺度，咁跟住你睇到哇，即係一路一條線咁樣嚇。即係嗰時更加難拍，你諗下，而家我哋已經有好多即係先進科技可以後期去補飛啊！嗰陣時真係哇，點拍咧？真係係啊，因為你知道咧，呢場面就可一不可再啦，冇人俾你話，即係你試到啱先得㗎。咁，另外就近年啊，當然係《斯不堡》嗰個雷霆救兵啦。哇！就話又係嗰個真係加咗啲後期效果啦，啲斷手斷腳嗰啲，即係你會即係即場做出嚟嘅咩？咁但係你覺得即係話其實阿陳可辛拍到呢場面咧，就係以佢嘅個功力同埋。即係以我哋有限嘅製作嘅本錢嚟講，其實我覺得都係相當之即係做得相當之唔錯。佢做一個示範，即係佢一向咧難聽啲講，佢香港導演咧始終個視野有限，即係始終局限咗喺可能即係電視台或者即係局限咗喺嗰啲片廠，甚至乎可能慣咗喺香港走景。你叫佢真係離開咗啲咁細嘅環境，離開個辦公室嗰啲啦，出去個大場面嗰啲控制咧，佢冇咁經驗。係啊，甚至乎 OK。佢係跟個場咁大把，佢未試過真係要同各個單位去溝通，真係要用幾種語言，可能當中有閩南話，再加唔同嘅鄉音一齊。阿陳可辛好嘢，這塊講咗俾阿陳可辛識泰文，泰文好好嘅。咪即係變咗你要控制嗰班人都，淨係語言溝通上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好大挑戰嚟嘅咁就我哋都記得咧，即係前一兩年啦，就呢個麥公啦。咁你覺得比較上嚟，你覺得係？即係咪都仲有進步？工都唔夠呢次咁多人咁大堆頭喎，你諗下點？就係、是、嗰幾個大場面已經等於即係麥工成套戲咁滯啦。反而就再之前啲，其實《蜀山傳》都好多人㗎。嗯，不過只不過啲人你講新嗰套定新嗰套？新嗰套係啊，不斷飛嚟飛去咁解。新嗰套就我記得就係佢個依靠嘅電影嘅科技就比較多啲。係啊，即係佢嗰個 animation 就比較多。我相對地講，其實有麥。工亦都跟住之後就投名狀嘅啫，呢啲我諗係不斷進步，慢慢即係做咗個示範出嚟，令到多啲香港人即係參與咗個製作過程，佢有個經驗，佢係成功經驗喎，即係唔係啲痛苦或者失敗經驗嗰啲啦，咁慢慢就會繼續進步落去。嗯，嗱，講完嗰、那個即係戰爭嘅場面咧，其實你可唔可以評價個演技方面？嗱，如果講真個演技當中咧，真係徐靜蕾今次真係對唔住一個花瓶。即係嘥咗佢嘅，真係呢啲。咁就有幾幕佢好重要嘅，好似最尾佢金城武要殺佢嗰幕咧，其實我覺得嗰幕佢拿捏得唔係咁好。即係之前嗰啲行棋嗰啲算數咯，嗰啲劉德華係做到，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佢未夠好。嗯，尤其是對比麥工，即係劉德華，我覺得你做乜嘢啊？啊，我同你啱調轉。嗯，即係一路咧，我對劉德華冇乜期望嘅。即係我覺得佢就演戲方面係事實上比較弱啲嘅。嗯。咁你話麥工咧就更加大問題啦，因為嗰、那個即係麥子嘅呢個門徒嘅隔離係咪應該係啊嘅角色咧，其實冇乜表現嘅，一個嗰、那個角色嘅轉變咧係比較少嘅。嗯，嗱呢次咧，我覺得都唔係太大挑戰對劉德華嚟講，但係即係你話佢做唔做嗰種咁粗豪啊嗰種咁嘅角色咧，我自己都有少少保留，係啊，因為我覺得佢唔係嗰隻款。所以反而佢后半段有得同人哋有啲嘅意见分歧嗰下咧，就反而容易做喎。一开场嗰时做山寨王嗰时，我觉得哇，你想点啊？如果即系睇落好似唔多次啊。咪系咯，觉得但李连杰就最紧要讲李连杰啦，真系。讲真，大家都唔会期望李连杰有啲乜嘢演技噶啦，讲真呢啲。不过其实佢有几段咧，第一个样好狠。咁狠嘅程度咧，完全唔合邏輯嘅啫，呢啲係嘛？係啊，完全幻想唔到，都係佢係做黃飛鴻喎，咁狠嘅你個樣真係咩事咧？啊，咁金城武咧？嗱，金城武就其實佢係一個最重要嘅角色。嗱，我唔知點解有啲網友咧話佢好似完全二打六咧，係一個大配角咁樣。但成個故事第一句對白就係佢開始講起喎。我就絕對同意你一個 point。嗯，我覺得反而嗰、那個即係成套戲嗰個骨幹咧，即係如果你講個演技方面嚟睇咧，其實係最主要係落喺金城武嗰度，因為呢個好有即係成套戲係佢一路貫穿落去，邊由頭到尾係佢貫穿落去噶嘛。即係其實佢係令到呢一對兄弟之間嘅關係改變，因為佢突然間叫咗呢條友仔翻去個山寨，咁突然間變咗話要佢求簽投名狀，變咗大哥咁樣嗰啲。同埋我用一個比喻咯，就係、是、兩邊各一邊咧，就係、是、分別係劉德華同埋李連杰。嗯，金城武就啱企喺中间呢一个 balance 个位度，
佢行埋，佢行埋一邊就呢邊就嗰邊就重啲，佢行埋另外呢邊就嗰邊重啲，變咗成佢其實成個變化咧，你就會睇到一個 dynamic 喺度，一個戲劇嘅變化。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我始終覺得金城武佢個演技方面都係仲係比較亂。咪而家又有個故事，可能成日都頭先講係咪都有八個編劇嘅關係咧？所以好多嘢都前言不對後語。尤其是頭先所我最救病就係佢殺阿嫂嗰段啦，同埋佢點解突然間會支持阿李連杰去殺自己昔日嘅手足嗰一段啦？即係兩段完全，我覺得金城武你想點咧？嗱，我哋最初成日都諗就係佢話第一次撞到阿李連杰，就係話佢搞識咗一樣嘢，要擒賊先擒王啊嘛呢啲。但呢樣嘢對阿金城武影響有幾大呢？好似佢後邊好似忘記咗呢件事。係啦，如果佢係擒賊先擒王嘅，即刻殺咗大哥啦，仲殺阿二嫂，有冇搞錯啊？其實佢喺即係喺臨殺二嫂之前咧，佢殺阿李連杰呢個角色嘅可能性就即係嗰個機會更加高。其實佢應該頭先我所講就係 OK 啦，或者有啲人講就話唔係，佢哋投名狀啊嘛，一齊死啊嘛，依啲嘅嘢。咁既然咁啦，你咪去救阿二哥咯。係啊，你唔需要殺阿二嫂喎。咁仲要最好笑就係嗰一場好似呢個 MIV 咧，喺呢一個蘇州見到嗰啲咁樣，阿大哥同埋阿二嫂入隻船裏面嗰段啦。喂，你冇咁幸運啊，真係，定係你咁不幸俾你撞破咗奸情啊？咁就調轉轉頭咁講啦，即係阿李連杰如果望到，其實佢應該先下手為強，殺錯阿金城武先啦。其實又唔得啊嘛，投名狀啊嘛，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嘛要。咁佢收尾又殺咗阿劉德華。所以其實呢一度佢咪即係完全錯曬咯。咁好啦，咁我哋都要總結翻，即係講翻呢個即係陰謀論啦。係咯。咁我就唯一同意就係即係。用呢個陰謀論去詮釋呢個馬新疑案咧，我覺得係都幾令人信服嘅。即係你唔信係阿二弟因為同佢之間有啲感情嗰啲圖色糾紛而去殺佢嘅。佢可能個動機係，但係如果佢殺得到咧，即係當其時呢個情況咧，就相當之即係令人去好疑惑咯。因為即係以一個兩江總督咁高嘅位置咧，即係身邊有咁多人去保護佢啊，咁成。咁去殺呢個馬新儀呢咁易做到光天化日之下呢咁就真係匪夷所思啦。就係、是、因為佢係兄弟所以留咗提防佢囉。咁同埋呢就係戲入面嗰、那個即係最後尾嗰幕呢就有冷槍手呢樣嘢。嘩呢一個人就好好改會㗎。呢個呢就我只可以用呢就係用一個即係象徵性嘅意義去睇呢樣嘢啦。即係你我就唔覺得真實嚟講就唔可能㗎啦。所以我話啲拍俾外國人睇㗎囉。你話整支冷箭都合理啲。整支冷槍啊。係啦俾你啲外國人睇㗎啦啲擺明就係嘩咁樣告訴你真空喺呢度。係啦。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去到呢一個位呢我就只可以用一個象徵性即係話暗示西太后慈禧或者夾埋上面啲官員呢就喺佢呢個就職典禮上面呢就殺佢嘅，係啦，擺明你係棋子嚟嘅，擺明棋子嚟嘅，咁你只可以用呢個角度去傳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放喺政史上面咧，我覺得同意嘅，即係喺當其時嘅政治環境嚟講，即係好多即係所謂好高級嘅官員咧，其實最嬲尾不得善終啦，不得善終都係下場咧，其實都只不過一隻棋子嚟嘅。咁中國嘅政局永遠都係咁噶啦。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